哥哎，是吧？对，八哥，八哥拍那个时代非常火。第二文祥哥，亲爱的文祥哥。哦，第二文祥哥，是我们班年龄里面进修班里面年龄最大的，吃饭干嘛？对，咱哥就特别热情。然后就是做好多菜，就各种各样好多菜，然后我觉得翔哥特别特别的，特别特别棒。我回来的时候我说你们今天要来查一房，还乱糟糟的，我赶紧给我整理一下。这是我第一部主演的电影的本子，剧本，剧本。这是我太太，我在外面是首先挺想念他们，一打开就可以看到他们。哇塞，导演。觉得不对，我说我他看我的时候还在想，不知道是到底还有点疑惑。我说你是找八哥吧？他说啊，我是八哥的车长，赶紧掉头就走了。等于说是跟了发哥很多年的助理，把你误认成了周润发本人，然后自动跑过来给你整理衣服。对对对。其实当时文祥在片场最尴尬的一件事就是他老说五个字，就是。发哥在那边，刚才是助理把你认成了发哥，居然有一个人，我觉得全世界只有他是最不应该把发哥认错的人，也把发哥认错。你有在公开的电视媒体上就是扮好 Michael 之后，然后取掉帽子摘掉眼镜吗？没摘过。所以你摘完眼镜之后是更像，还是大家会大失所望？对，这个看妆化的是如何，如果妆化的好的话就挺像的。那今天呢？你今天的妆化的怎么样？还行吧。好，来，我自己看看。林心如遭遇无奈卸妆，首次曝光素颜形象，却令举证团惊讶不已。你平常会卸妆之后再离开吗？对，我都会卸完妆再去离开。大家特别想见到他们本身的样子吧，对不对？天哪，完了，我出卖了张力。说就是心雨卸完妆了以后，非常像《西游降魔篇》里面的朱刚烈，他也。